好啦，呢一條咧就話 make x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k 等於二 x over m 減 x， 即係話啦，喺呢條嘅 formula 裏面，我要執 x 咧喺左邊，右邊咧要冇任何嘅 x 嘅。做法係點咧？咁我哋首先留意啦，我哋咧要係要將呢個嘅 m 減 x 成個咧就乘去左手邊，所以記得加括號括定佢先。咁下一步就變咗 k bracket m 減 x 咧等於二 x。然後將個 k 咧就乘入去啦，變咗係 km 減 kx 等於 2x。留意啦，你唔一定要係咁死板咧，將全部 x 咧擺曬左邊嘅，個關鍵係要將 x 擺喺其中一邊。所以啦，呢度咧你見到負 kx 咧，我哋就可以將佢搬嚟右邊，變翻做正 kx。好處就係減少負數。你話你堅持將呢個嘅正 2x 搬去左邊變負 2x 咧都得嘅，不過臨尾運算就煩啲咯。好啦，左邊係 km， 右邊啦，你見到啦，有 common factor x 咧就抽出嚟，然後剩翻二加 k， 最尾呢個二加 k 咧就會掉去等式嘅左手邊咧，直接成個板份冇噶啦，所以變咗 km over 二加 k 就係 x， 最尾嘅咧就係呢一步，你先可以將個 x 咧寫翻過嚟，就變咗 km over 二加 k， 咁樣寫咧就叫做完啦。